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国务院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谎言的制造机和谣言的传播器。那么你刚才提的这个只不过就是美国国务院制造或传播的一系列的谣言之一。中国是负责任的渔业国家，坚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致力于科学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渔业资源，促进全球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远洋渔船违规违法行为，我们实行零容忍，同本地区国家长期以来保持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致力于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和海洋的生态环境。中国严格地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加入的多边渔业协定下的义务，全面地履行船旗国义务，执行港口国措施，实施严格的远洋渔业监管，加强国际合作，在共同打击非法捕鱼和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渔业管理实践与国际法要求完全一致，中国严格依据有关区域渔业组织管理措施，在相关公海区域入渔、船位监控等方面的措施，严于国际渔业组织内都获得了好评。中国呢，还根据与有关沿海国的双边安排，在其专属经济区入渔，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那么，事实胜于雄辩，美方的有关指责完全不符合事实，曲解国际法和相关的多边渔业协定。美方加 IUU 问题政治化，干扰全球打击 IUU 的努力，也就是非法未报告、无管制远洋渔业这样的努力。那么这样的做法是无助于保护海洋环境和促进可持续渔业的国际的合作。我们敦促呢美方停止在有关问题上散布谣言，不要搞政治操弄，不要满世界去挑拨离间。